欢迎各位收睇《中国通史》。公元1896年，孙中山去到伦敦，被清宫使馆官员诱骗，关押喺使馆入边，打算将佢运送返国。最后得到公使馆嘅英国清洁工帮忙，辗转话俾英国外交部知，然后透过报纸披露事件，迫使清宫使馆放人。而孙中山亦都因为咁声名大噪。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逃到日本。在这个时候，孙中山亦都由伦敦去日本，有意同康有为修好。不过当时康有为自视为帝师，不愿意同叛党为伍。虽然有朋友居中调停安排会谈，不过康有为未有出席。两个人都不为清廷所容，同为政治避难者，不过就代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今集维新与革命。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五小时的激战，北洋舰队五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几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去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的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日本排名第11。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但是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象，标志着中国30年来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上白银2亿两。马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就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以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作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就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耐道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一传出，台北新乡市民名古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核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外国官绅，决心要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得一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讲，那我们也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的仔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芳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雅上和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知己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压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
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的人数几千人齐集在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两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各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云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条约上加盖玉璽，并呼吁拒和、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然未有按时送出，但系同各级官员的上书一同形成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利用传统文字掩盖住他的改革主张，呃过了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六品主事。一心想入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建议。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授意。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兵马俎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在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亦都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个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的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亦都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之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和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在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着美国兼并的威胁，令到孙中山确信只是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里面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够保持民族独立。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
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是君主立宪制嘛。那么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展述了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身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个令到他对清政府的幻想破灭，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拯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兴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仲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为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亦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只有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亦都遭到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睦吾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加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了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乃、雍同和、张之洞和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亦都名列当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民报，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令到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开放的省份之一。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在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的开始这个反思。马关条约被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之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成效的行动。
康有为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的变革。能不能够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的这一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四岁即位，在深宫长大，虽然十七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捩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这个就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7点，这个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同一日，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张京，得以专节奏事，成为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十分酷热，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到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的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都在或明或暗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就在所有官员入面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作声扬锐，刘光帝、林毓和谭嗣同为军机处张京，他们成为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是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搞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到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将变法当成从她手里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和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9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仲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和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令到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力。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
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会废咗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就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告知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右手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就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同林毓、刘光第等五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了表达和清朝的彻底决裂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了辫，着起西式的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经在度监视等候的清宫使馆官员邓廷亨有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宫使有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和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首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字条掉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是都没有结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柯尔，将消息透露给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没办法干预伦敦的警察厅，他就将这件事上诉到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一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宫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令到孙中山一夜之间声名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留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和劳资纠纷的问题，
佢形成咗一种社会变革嘅观点。呢一啲成为咗著名嘅三民主义基础，即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为咗孙中山嘅革命宗旨同埋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同埋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呢个时候，孙中山都从伦敦嚟到日本。同样是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同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人的日籍好友犬养毅曾经善意地居中调停，为两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都未能按时出席。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和这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正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和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和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沃然将他改称为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这个时候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都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权民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8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协助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这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的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一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公元1901年1月，仲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个月内上奏改革方案，大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节。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和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
期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筹备下，修订法律馆在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令到这项未尽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推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在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里面有8个是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里面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是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是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的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就是六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6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10个部，加上一个总理、2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4。当朝廷以新政和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已经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对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20世纪之支那，另外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就回国创办苏报、警世中等，转载周庸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和美国之间，为他的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红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的革命团体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和王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4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文报作为机关部，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文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894年11月，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8月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样呢，他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他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新商在川汉铁路上已经投入了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到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住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之后，严令新任的四川总督赵以峰进行镇压。9月7日，赵以峰逮捕了保路会的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以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又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以峰竟然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以峰的暴行燃起了全村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的同志迅速调集20万的民众包围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乘着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以峰的机会，以工程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阵发动起义，首先攻占了总督府。战斗只是进行了一个夜晚，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3阵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的上午，他先至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本想尽快回国，但李自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令到英国政府停止了同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4日之后，各省的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之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住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对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同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和清皇室达成优待协定，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其人民安岛，海宇崖岸，迎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亦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 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格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近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里面，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令到他漂浮住，并凭着他庞大的外观令到四轮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就失去了纪律和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亦都可能好像一只残破不堪的船一样漂流住，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格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的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格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了中国终于会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未能够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它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和民主将会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上去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个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日，隆裕太后带着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都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承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就意味着一个更加重大的历史转变，这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下一集《帝制的终结》。